弃了玩具盛产怪物新颖的传统，出档即出圈。发行的 Cheer Up 踩在满恒神秘点上，当场起飞，是继2011年后首个销量破100,000的女团。Red One Weight 以7月7日回归 ，SM 惯用概念团被自增加艺人，上升期给出情曲，彻底把红贝贝四代登顶之路堵死。Girlfriend 靠 Riff 引来爆发，说清纯不能有 Power 的人绝对没有听过这首战歌。Very Very Very 迎来最后一次回归，作为101系第一个国民选秀团，人气没得挑，但是限定团的身份注定没有争下资格。发行 Good Lucky， 在四代团的冲击下艰难站稳脚跟，但吃了没文化的亏。雪炫和志敏把民族英雄安重根认错，引发国民震怒，音源盘遭受巨大影响。的 I Like That 成了最后一次正式回归，任谁都没想到他们会在第二年突然解散，夏日女王就此退群。Red One Weight 同年发行 Russian Light，开始自我抢救，歌是好歌，但从成绩来看，是在挽回7月7日流失的人气，不赚不赔。铁用 TT 进行二次回归，音源爆炸，遍地是一，销量直接翻倍，突破200,000大关，一年时间翻身做四代徒弟。韩国乐坛 XO 和防弹少年团的争顶之战打爆白热化，茶蛋用正规三级先发制人，中韩双版专辑售出79万张， Master 的编舞出了诸多神走位，但我个人喜欢另一首常常被忽略的主打 Lucky One。 Lucky One防弹少年团虽然销量75万稍逊一筹，但短短一年的崛起之姿已经令人胆寒。主打曲《血汗泪》让无数阿米在坑底躺平。
翻行 Tell Me What To Do。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 MV 是韩素汐的出道作，同时这也是闪家最后一次五人专。金钟铉于第二年因抑郁症去世。Big Bang 五人入伍前，以 Let's Dance 作为最后一次回归，至今仍是不少 VIP 们不敢听的现场。Def Chen 为太后献唱 OST《这份爱》，成为 Miley 年榜第五。经典的还有作为请回答1988 OST 走红的你不要担心，尽管不懂歌词，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红了眼眶。XO 的小分队 CDX 在这年出道，一步步惊心力演唱的插曲《为了你》。年的韩剧《神仙打架》又开始了，宋仲基、宋慧乔主演的成了开年大戏。这是我见过把爱国、信仰、事业和爱情融合的最好的剧。双宋虽然毕业，但柳时镇和姜暮烟永远热恋，父亲拼金志媛和敬酒也同样好磕，每一句团结都是我爱你。但专属 B 站再次见到你想起时，谁的 DNA 动了、啊？同样以 OST 闻名的还有 IU 李准基、冰博贤主演的《步步惊心》里，主题曲由李夏怡演唱。这部剧翻拍自刘诗诗、吴奇隆主演的《步步惊心》，我没看过原作，反倒被这部榨干了眼泪。你更喜欢哪版？同年爱情剧最高分贝又是吴海英摘得，这也是徐玄振的成名作。在看这部剧之前，我没想到原来重名这样窘迫的事情还能发展成又好笑又好哭的爱情故事。徐玄振在这年还拍了一部《浪漫医生金师傅》，这部医疗剧有点冷门，但绝对好看。2016年，韩剧最高分是《信号》，这是我个人眼中的悬疑韩剧天花板，剧中的案件均为真实事件改编，不看绝对是你亏了。아직못찾은거구나。W 两个世界成为当年脑洞最大的剧，饰演外科医生的韩孝周穿越到漫画里见到男主李钟硕，破次元壁的爱情说来就来。李敏镐和全智贤带来蓝色大海的传说，重庆狂魔加上全智贤这么好看的傻子磕就完啦。2016年的韩流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记忆。